盘点班级各个区域学生状态。看山进去，草入边墙，四周是围我的心。放谁欺负你？咱们男生中午给我抄家吧。这屋也长得不错呀，他妈怎么还上体育课呀？台上进去，草入边墙。台上进去，草入边墙。咱们一会儿抄家伙，把屋里收拾一下子，出去。哎，兄弟们，看我抓着个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带机上学呢？班级各个区域学生状态。脏的，中午带着我们勤务班的成员向班上集合。一会儿天要下雨，这体育课咋上啊？我们勤劳学习小组出去。好嘞，兄弟们，我钓着热带鱼了。上课你怎么钓鱼呢？鱼。